填写表格基本体检，十几年来张梅香终于更进一步。会紧张吗？会，但更多是激动。放松好，不要紧张。第一次哦。对对，第一次进去。好开心，希望我以后每一年都有机会来献血。张梅香的好友往生无缘救命，她不愿只是羡慕捐血者。我那一天是一接到她家属的电话，我就自己就奔到这里来了。然后当时因为就撤下去不行，我在这里是嚎啕大哭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好像帮不了她还是怎么样。调整自己的营养作息，敦促自己健康，就为了救人心愿。红灿灿的一朵小红花，这个是献血英雄的标志，所以当我戴上它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激动跟感恩。防疫影响血液库存，泉州市民挽起袖子来缓解。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许玉纯、庄盈凤、庄小云福建报道。